你这个也不吃，那个也不吃，你到底想吃什么呀？你要说随便随便。那我给你看了这么多吃的了，你选一个行不行啊？站了这么多人，我给你个面子，现在给我回家。秋月，你能别人发出些奇怪声音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，陈琦？既然咱俩吃饭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你反过来跟我蹬鼻子上脸是吧？你还敢提吃饭是吧？别吃我！再想想你什么态度啊？好，我好生好气，求着你跪着问你想吃什么吧。你呢？摔了我的手机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你知道周围人怎么看我吗？我有多尴尬吗？对吗？我不是觉得你了解我吗？还算我说话吗？我是了解你，所以说我必须要猜出来你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想玩什么，所有的安排都要符合你的心理预期呗。是挑到好吃你就吃，挑不好吃的你一口不动。你是公主啊，全世界都要围着你转。我今天的大姨妈，我本来我就不舒服，你还在这大姨妈是你无理取闹理由吗？你再吼就信不信我走？你走啊，走。我买了奶茶，咱们俩一块去吃烤鱼好不好？不吃，没胃口。嗯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就是想小作一下，任性一下。是你任性了，结果呢？就咱俩谁也不用吃饭，生一肚子气啊！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早这样不就好了？吃什么直接说呗，为啥让我去猜呢？啊，你与其让我去猜，直接去吃不更好吗？怪我，这次真的怪我。我保证，我以后有什么话我都直接说，我再也不让你猜了。你原谅我吧。那吃烤鱼吗？嗯，吃辣吗？为啥？你不是最爱吃辣吗？痔疮又犯了。哎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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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